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卷三第九十首诗：今邹鲁寄孔子而叹之。唐玄宗。今邹鲁寄孔子而叹之。唐玄宗。夫子何为家？世事一百种，得有朝夕铁甲龙江，叹皇家兴，披山林万多江，金康两银锭，当以梦西当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